这你们两个怎么回来了？儿子，爸有点事想跟你说。什么事啊爸？你说。今天啊你弟弟来了，想给你借点钱。什么？他又找我借钱？他人呢？他说他有点事先走了。什么？他找我借钱？那他怎么不见我？是啊爸，他过来借钱，为什么不自己过来呀？他每次来借钱都让你来转达，他什么意思？是啊，是不是不想还？你看他不是有事吗？爸给你们借不是一样的吗？那可不一样爸，每次借钱他还过吗？你放心吧小杰，他一定会还给你的。他要是不还呀，这个钱爸还。你还？你拿什么还？一大把年纪了。你怎么说话呢爸？他要是来借钱呀，让他自己来。他这次来想借多少钱？他说他这次家里有点事需要8万块钱。8万？他借这么多干什么用啊？爸也不知道呀，他说他家里有事啊。爸，不是我说你呢，你都不知道他现在干什么就把钱借给他。就是他这小算盘是不是打得太好了？他每次借钱都不还，你说这以后我们找谁要啊？爸就问问你们，你看你还说那么多，这个钱是借还是不借呀？这钱啊我们真不能借。什么？小杰，他可是你亲弟弟啊，他遇到困难了你就不能帮他一把吗？你看他成天吊儿郎当的啥活也不干，毕竟这8万块钱又不是小数目，又不是3000、5000的。你现在有钱了吗？连爸的话你都不听了？最后再问你一次，借还是不借？爸，你今天就是说破了天，我们今天啊也拿不出来那么多钱。小杰你怎么看？蔡家，我说的也不算，都是圆圆当家。小杰我看你就是怕媳妇儿，这点小事啊你都做不了主，你看是不是个男人啊？爸，我们不借是为了强子好，你怎么什么事都偏向他呢？我不管，今天啊这个钱你借也得借，不借也得借，你要是不借我就不活了。行，我借，你把强子叫过来我亲自借给他。什么？你说的是真的？那行，你给他打电话吧。这我爸着急忙慌的把我叫过来，是不是钱到位了呀？爸，是不是钱到了？强子，他们呀同意借给你钱了。这我就说嘛，这我爸办事一个顶俩。爸，钱呢？钱呢？你哥你嫂子那着呢，你在这等一下，我喊他啊。小杰，圆圆，你弟弟来了。哥，嫂子。没在家呀？这你弟弟来了，你们呀把钱给他吧。这钱啊我肯定借给你，但是啊你也答应我3个条件。哎，哥你只要把钱借给我，别说三个了，30个、300个我也答应。哎，你先别急，我3个条件还没说呢。哎，哥你看你什么条件你赶紧说。小杰，你弟弟借个钱怎么还谈条件啊？爸你别着急啊，弟弟这个钱我可以借给你，但是啊第一个条件，你用什么做抵押？哥，这我借你个钱，你怎么还让我抵押呀？就是，你弟弟又不是外人，抵押肯定要抵押了，毕竟我们俩都结婚了，这属于我们的共同财产。万一这钱借给你，你不还怎么办？我说，这你还是不是我哥呀？你要是不同意，你可以走啊。那，第二个条件是什么？这第二个条件嘛，就是这8万块钱。2年之内还清。我说哥，这我就找你借8万块钱，你还给我一个规定的时间来还呀？怎么，照你这么说，我们的钱是大方惯的。我说哥，这你还是我亲哥吗？你说说你，这我找你借个钱，你不是说要期限就是要抵押的，这我还不如找银行去呢。这你和银行有什么区别吗？你弟弟说的对，还不如去银行贷款呢，还不欠人家的人情。那行啊爸，你带着我弟弟去银行贷款啊。那行吧哥，那你说的第三个条件是什么呀？我这第三个条件就是借你这8万块钱2年之内还不清，你的车和房都归我所有。爸你听到了吗？这还是我亲哥说的话吗？这我要是在规定的时间没还给他的话，他就要我房子还有车子。小杰你这样说是不是有点太小气了？那不行，你之前做的事太让人寒心了，如果这3个条件你要是答应，我拟了一份合同，你要是同意你就把合同上签个字，
俗话说啊，亲兄弟明算账呢。再说了，你也不是第一次借我们的钱。我算是看出来了，这我哥啊今天做的这些事儿都是你出的主意吧。我说强子，你怎么跟你嫂子说话呢？你每次从我们家借的钱你哪次还过？我说哥，你说这话就不讲理了吧，我什么时候借过你的钱啊？我说强子，你怎么现在开始赖账了？我说哥，这饭可以乱吃啊，话不能乱讲吧，我什么时候借过你钱啊？要是借钱的话你得问爸爸。那爸之前找我借的钱都给谁了？是啊强子，你借的钱不能不承认啊。爸，我什么时候借了？我是找你借的呀，我以为那钱都是你给我的零花钱呢。你看你这话说的，什么是零花钱啊？你让我给你哥借的钱，你不能不承认啊。我说爸，这我什么时候让你找我哥借钱了？我可没这事。爸，你现在知道强子是什么样的人了吧？我说嫂子，你一个外人在这掺和什么呀？再说了，我可没借过我哥的钱。强子，你就少说两句吧，你到现在还不知道错在哪呢。早知道你是这样的人啊，我也不帮你给你哥借钱。哎呦强子，你怎么这么说你嫂子？你嫂子嫁到我们家里，我们都是一家人。还有你找你嫂子借钱，你嫂子每次说一个不字了吗？还有你嫂子为了这个家尽心尽力的付出了多少？爸，你说这个钱我们今天借还是不借？爸，你说话呀。我说什么？像你这不守信用的人，一分钱也不能借给你。我说爸，这你怎么也这样说呀？不这样说怎么说呀？强子，你好歹也是结婚的人了，整天好吃懒做东借西借的，你还过一次吗？你知道你这是什么行为吗？你这叫老赖。行哥，你居然说我是老赖。爸，你也不护着我，这个钱我不借了，我走还不行吗？爸，这强子也走了，咱们坐着好好说说。这强子啊，真不让人省心。爸，你看你把强子惯成什么样子了都。强子，有你一半省心啊，爸都心满意足了。爸知道错了，以前啊咱们不知道他是这样的人，你们先放心了，往后啊咱们啊一分钱也不会借给他。爸，不是这个钱不能借给他，有时候也要把他往好的地方带。对呀、啊、爸，你呀、啊、就是平时太惯着他了。行了，什么的都别说了，我呀去给你们做饭去。那行。